有询答吗？同问同答，我不是这样讲吗？这个，主委，你刚才给我们的这个是你们整理的这个逐字稿啊？你们有没有写错啊？因为我在这边有一段我念一下，你听一下啊。在这里，我特别就马总统讲，在这里我特别跟习先生说明，最近外界报道朱日和基地军演。 还有飞弹方面的问题，这是反对党常常用来批评两岸关系的口实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贵方能够采取一些有善意的具体行动，应该可以减少这一类不必要的批评。所以我们在立法院或者是媒体报道，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批评。所以我只要跟你确认，马总统是这样讲，没有错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请。 接下来，请周宁安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。周委，你要注意，你不要有不必要的批评哦。那我就叫不出来罚站了。谢谢主席，主席，请下主委，请总统府是。 好，就是下主委吧。你下主委。不好，主委，上个礼拜。